我梦见那个我和我丈夫去参加法会，然后那个法会前面有一个车说是接台长的，然后旁边有人说这个不是接台长的，这个他接台长的车比这个高级，然后就底下有两个人像是师傅的护法也不是什么人，就给其他人看图腾，然后那个先生呢说的说干净人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吗？这很简单了，这说明我边上两个人现在已经会看图腾了，那边上两个人小鱼了会看图腾了。那他说我身上是那个肝病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？就是身体长的肝病炎，是肝有炎症吗还是什么？哎呀，肝病炎呢，就是肝已经开始不好了呀，肝病炎。肝病炎，师傅我没听清。肝就是肝脏的肝，病就是生病的病。对，肝病不好。那个炎是两个火那个炎。肝病炎嘛，就是肝火旺呀，这还听不懂啊？那师傅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肝火旺的人们自己要肝火要低呀，就不要发脾气嘛，就好好的学忍辱啊，转移的自己的思维啊，吃的良性一点呐。好了。行，好的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